我哋真係可以為客人度身訂造一副獨一無二嘅眼鏡框。你在外面咧係揾唔到咁 fit 你個 size 同埋咁天然嘅材料啦。有冇發覺市面好難買到一副自己合心水嘅眼鏡？就算形狀、款式、顏色啱，不過戴起總係覺得差少少。其實有冇諗過訂做一副自己專屬嘅眼鏡 ？Hello。我叫 Eileen， 咁我同我先生咧就由2007年一起創立咗呢間公司 Smith and Lobo。咁我哋主要咧就係用天然材料度身訂做眼鏡框啦，客人可以揀佢自己中意嗰個款式啦、材料啦。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面型啦，提供專業嘅意見，等佢揀一副適合佢風格同埋職業嘅眼鏡框。手做眼鏡同市面買到嘅眼鏡，除咗款式可以自己話事，優點就係戴上後嘅舒適貼服感。呢個係手做眼鏡同啤機眼鏡嘅分別。做一副眼鏡咧，要有成70多個工序嘅，就需要大概2到3星期先可以完成嘅。如果係日以繼夜咁樣去做咧，就起碼需要48小時啦。问阿 Lin 当初点解选择用牦牛角嚟做眼镜，原来同环保有关。我先生咧去西藏旅游嗰时咧，就中意咗一块由牦牛角整出嚟嗰个工艺品啦，佢就有呢个想法去用呢啲天然嘅材料整眼镜框，因为佢自己都戴眼镜。外面的眼鏡可能就只是戴1-2年，而我哋的產品正常保養可以戴成世都得噶。作為一門專業職人行業，阿 Lin 覺得有責任去延續呢種傳統的手工藝藝。我哋是香港唯一一間為客人度身訂造。我哋都會考慮收徒弟嘅，因為我哋唔想呢個手工藝嘅文化咧就咁失傳。